因為玻璃爛啦，開啦，哇，破開嘅，唔犀利，冇傷痕嘅，係咩？你就冇傷痕，睇嚟啲玻璃就。第三是叫做冰種，綠色派就是蛇的。你們行州大哥、周生生、六福、金柱子那些珠寶行，但是我跟你講，他們做珠寶的全部都是細商家來的，他們沒有工場的，去家裡拿貨，好貨家裡不給他，我們拿回來拍賣，差的就給他了，拿回來賣了。這塊玻璃爛了，唔犀利，冇傷痕嘅。係咩？你就冇傷痕，睇嚟啲玻璃就冇。玻璃傷痕咯，你哋見過紫藥蘭未？未見過。我俾你睇睇啦。我戴呢塊戴咗30年嘅。哇！紫藥蘭啊！嗱呢塊真係好靚喎，好靚喎，靚啊！爹哋啦，爹哋做緊我哋攝影第一人戴一塊。我梗係爹哋啦。我呢塊已經戴咗30年啦。哇！咁靚。戴咗30年，你本身幫人打個玻璃嗰兩幾喎。我俾你，求你。哇！依塊都有埋，都未拍完。呢塊要200几万。系。200几万。哇！一比你睇。嚟我睇下，嚟我俾你睇睇啊。哇！嗰度真係好大。哦，戒下玻璃俾我睇。你咁樣戒，可以戒開住。哇！得啦，去啦。小心啊！你個手。去過，去過。冇傷嘅喎，冇傷痕。然後你攞啲玻璃，當得戒刀。你攞啲玻璃啊，你攞玻璃啊，薄嘅，你戒到嘅。哇！特俾人開花嘅，即係冇嘢嘅。哇！哇！好嘢。密度咧好高嘅，呢啲係堅嘅。冇密度㗎。呢個咧，人哋話窮人就戴金咯。富人戴咗。
另一個，其實我同你講，佢唔係咁講嘅喎，咩感覺？